好像没有遇到的啊，这个正吗？这一条是插笨格的。我们来看看呢，还插了什么？好，又找把手。那我先说。还可以。Fuck。幸福盖在你这里。哦，是的，没错。我想说，我到底在这里。来，师傅。嗯，他们灯塞好了吗？好，还好还好。我想说大家在等我，吓死了。20分钟可以。不是哦，但我已经搞定了。好啊，很好很好。终于要来到最后一刻了。好，先看杀青。看啦，导演。回去还要剪辑哦。哦，剪辑。明天见。你要明天来？你们下午。下午。我们先睡到中午好。然后明天下午要还镜头，要还镜头，因为老板借我一颗，有一个老板借我一颗。哦，是啊，那我们明天剪上来剪吧。还是我早，因为我下午出去，可能就晚上才回来。哦，所以我要装一整早上。可能要星期三，哎，星期三或早上。我们星期四就要交。就要交出剪。怎么还？我们2天可以的吧？可以的。可以的，我是可以的。那明天好好休息。那可以。那就后天见。那我们就要剪，从早剪到晚上，半夜这样。还可以准备一个泡面，然后来我们家吃，是的。准备一袋泡面，吃到很撑，刚刚好。你帮我，你帮我先，没装好，没装好。送那边，送掉，对，就接过来给我就好，然后帮我拿。哦，没有装好，对，的确是没有装好。好，再。再对一次，尝试，你笑。好。好。搞定。好。要怎么调配？哦，然后要上稳定器，稳定器，稳定器。北平有5000。那我学生这个。声音，嘿，气质，没去放放自己放进来。可以，马上给你看。好。这儿。哎，哥，今天好了吗？好了。这边有吗？先不要走，真的，你过来帮我撕大一点。好，就来抠，一直撕给我就好。好，你要看一下。你在旁边撕大一点。哦，嗯，这一条。这个运动对不对？是的。搞定。是一样好。啊，那你们来调整平衡一下吧。我都快 N4 了。那处理。嗯。哦，它看起来很不平衡。老大，你这最后一颗对不对？
好，交给你们挑。对对对。我要不要？我们要不要先开始慢慢收器材？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非常不错。那好啊。是，经过我请青青过来，直接你跟他讲。我跟他讲过戏了。